中正監咪公布咗幾個措施支持香港嘅，其中一個支持內地重點龍頭企業嚟香港上市係非常之重要。點解咧？就係當呢啲重點龍頭企業嚟香港上市，佢呢啲公司發展得好，利潤好，啲國際嘅機構投資者都好想投資呢啲公司，咁好自然咧就會嚟到我哋嘅市場，亦都會帶動我哋成個市場嘅流動性。呢個一個。另外四個措施對於互聯互通嗰方面嘅擴容同埋豐富佢嘅內涵，喺香港可以係一個好方便嘅渠道，你投資內地股票市場。我哋期待咧一路落去嘅時候咧，嗰啲優化措施呢、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理財通嘅內容咧更加豐富。咁嘅時候咧就可以利便到更加多內地嘅資金嚟到香港。